左后脖子皮肤坏了，我看那个沸点啊，在这个位置一直在转，一直在转啊，昼夜不停的在转啊，昼夜不停的在转啊，一直转，转的时候有时候会摩擦到我的那个左后脖子那边，有时候那个转的水分缺失了啊，水分缺失了啊，也就一句话。那个现在费力24小时就在我边上在旋转啊，很多地方也是这样，很多费力在旋转啊，很多费力在旋转，希望地球人能知道这个事。哎，这个工作我已经做了可能4年了，要让地球人知道，有费力的存在，有外星的存在，好像这个地球人好像不开窍，不开窍，你怎么转都没有用啊。所以说现在就说了一个，人家除非有办法找到我，比如说用冰窖这个，发现了我以后，这找到我让我讲，可能才能讲得下去，不然的话找不到那个说话的机会啊。再加上人家所谓的常识同我讲的那个差异太大了，所以人家一般来说更相信常识性问题啊。他们所谓的常识啊，虽然是错得离谱，但是他们以为是对的啊，所以要有了话语权。我才能把这个说出来啊！现在的矛盾困难都在这里啊！好，知道了啊，就在这里，困难啊，好，知道了啊，再见啊，再见。